本校与国立新竹教育大学合并为国立清华大学，南达校区于1月11日揭牌。十年来为合校奉献心力的两校共六位校长，包括清华的徐霞生、陈文村、陈立俊及现任贺成宏校长，与原竹教大曾宪正、陈慧邦校长共同为南大校区揭牌，见证清华逾百年校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刻。南大校区大门牌坊上的国立新竹教育大学字样换成了国立清华大学，水泥柱上也加挂了国立清华大学南大校区两块金底黑字的牌匾。11日一早阳光普照，在众人的见证下，六位校长一同拉下红色彩带，露出牌匾，期待清华能以崭新的面貌朝国际顶尖大学迈进。因为有诸位的共同努力，合作无间，最后才能把球踢进球门。在合校这场接力赛中，跑关键最后一棒的贺成宏校长表示，而且这整个合校案呢，追本溯源，就是从徐校长和曾校长，实际上都是出于两位的真知和这个拙见。这是我们南大校区的林继慧前副校长，校本部的周怀璞副校长，两位副校长其实是直接是总工程师，所以这件事情我不能够不说，合校的工程这两位总工程师是最功不可没。合校当然有许多的磨合，同仁们不同的意见，如果不是文春校长的任内进行了大量的沟通和磨合，后面也不太可能再接棒往下走。我知道立军校长对这件事情的远见一直都是非常的强，也都给我非常多的鼓励，一直到最后合校的关键的时刻呢，立军校长也发表了意见。我想这都对合校的同仁的这个共识形成还是有非常大的帮助。慧邦校长给我最大的感动呢，他说作为校友他是誓死反对并校，但作为校长他全力要促成并校。我觉得这个是作为校友和校长两种爱竹师爱新竹教育大学的方式。合并校的过程跑了十多年，这像一个两人三角的接力赛，我们在每一个阶段我们都奉献了睿智跟勇气。那这个在这个地方我要特别感谢我们在座的所有校长，你们的睿智跟勇气开启这样的过程，也完成这一段努力。那么我还要感谢贺成宏校长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德文说 and is good all is good， 结局很好就一切都很好，可是我看到一个辛苦的开始。我想我们迈向卓越之前，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努力跟辛劳，那么希望我们所有的同仁能够一起来努力。那么在这个地方我还要特别感谢我们两校所有的同仁，大家互相的包容跟一起共同的愿景。好，非常高兴又可以看到今天的这一天，做这个跨领域的事情不过真正整合整个这个社会的教育，这个我觉得假设我们可以做成功，是会有对全台湾全世界有很大的影响。那清华是以理工这个设立的，那当然之后有人文社会学院管理学院科技管理学院，那现在有一个教育学院，还有一个艺术学院，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学。我想象的国际的顶尖大学应该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想竹教大是有非常好的基础这个在教育方面当然我们在艺术学院也是一流的这跟清华刚好是互补同心合力我想会让未来的清华大学变成一个世界一流大学这个实现的时间会更快我们刚好六个我们的年龄虽然有差，但是都活在一个世代里面。你们一定都还记得有个电影叫做《六壮士》但是最后是四个 happy ending， 对不对？
那你提到你听我讲这个温柔的风吹响了风铃哈，所以我用这个来做一个结尾哈。一阵风轻轻吹过来，带给风铃一份爱。一阵风吹过来，带着满满的关怀。阳光般的风铃声，充满希望在心头。微风风铃声响。早在南大校区揭牌之前，已有许多竹师校友利用周末假日来拍照留念，拆除下来的新竹教育大学等字样也妥善装箱送往校史室永久保存。秘书处采访报道。